你多久才摸清楚？到哪一件事情让你真的觉得到那个青岛不要再对他有期待了？到那个青岛东路上面都是黄楼上的灵堂的时候，我跟黄楼上说：“哎、欸，现在青岛东路上面都是你的灵堂。”哎、欸，你怎么这么高兴啊？啊，我说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如果你被办，你会意外。不，如果是政治工具的话，他有在管说你公开透明吗？不过我是炸弹哦，什么意思？我是地雷，不要乱踩。你老外要出事早就出事了，我们那个公开透明，像那个金华城案，我都会去调金华城案，是从来没有见过市长室。哦，所以有这个案子通过，不知道你不知道为什么？